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上千岛娃娃课。来，我们拿出来千岛娃娃书，然后打开第八页。打开了吗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学读课文，题目是《我爱我的房间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看图片，这里呢有一个房间。房间里有一张床，然后床上呢有一个枕头，然后什么呢？我们看啊，这里呢有被子是吗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明亮的窗，然后呢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呢有很多书，然后有一张椅子，椅子上呢有娃娃是吗？还有这里有垃圾桶，还有电灯，然后在墙上呢挂了一幅画，然后呢有时钟。那现在跟着老师一起读课文哦。我爱我的房间，小小的房间，明亮的窗，小小的桌椅，四方方，小小的枕头，床上放，陪我一道入梦乡。那我们再读一遍哦。我爱我的房间，小小的房间，明亮的窗，小小的桌椅，四方方，小小的枕头，床上放，陪我一道入梦乡。那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学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